My Viewport 的截取或录影功能，你看一下这个哈，我们回到上页来这里。好，假设说我需要这张毛毛虫的话，如果在画面上有单张，点这里，那你可以来做截取，点这一颗启动的功能。啊，那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把它截取下来，点了。你现在看到这张图就是这个全部 ，OK 吗？截图来，那如果截局部呢？就是局部哦。哦，画的真糟糕。 切到一半了，哦，再一次，这就是什么？我要截这个毛毛虫，啊，毛毛虫做去背，那就是它的蝮蛇喽。我看不太见了哦，有去背成功了没有？点这里，啦啦啦啦啦，我看我蓝色背，啦啦的去错位置了。去完要点那个，还记得吗？去完要点下面的那个打勾勾箭头。 我看不出来了，好像没有成功哦。啊，有了，这次有了，确定，这样就 OK 了，可以做去背。好，来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这个是矩形的，拉一个我这个区块，就抓这张图。那整理一下，全部抓你自己画矩形啊，这是做录影片。录影片我们刚才说，录影就是在录，你可以把整个操作过程都录下来。 当然要一般建议你要接麦克风啦，就在录制教学档。等下你可以先试一下这三颗哈。